2018年4月17日，这一场也是4月17日拍摄的。哥哥在努力背台词中。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块了，为何不来个顺藤摸瓜？世家，只有我知道。哦，哎呀，你们谁？非公子心思机敏，在碧灵湖的时候就已经猜对了。抱歉，当时让我们去那边试一下。哎呦，是几啊？最近一种人说普遍猜测谜底，所以便让我去禁地查看一下真相。果然也有所用。这次叔父前往清阁也是为了与聂宗主商议此事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你们却进到了寒冰洞，但是没想到你们会进入寒冰洞，这么反复。又是岐山温室，又是温室，又是岐山温室，不用追了，好办法，不用追了。我曾说过，近十年来，一股碎片开始躁动，是因为有其他碎片相继温室。我们推测的果然没错，温若寒早就有了美丽。并且知晓云深之处还有另一个，所以蓝衣前辈说了，蓝衣前辈还说了，阴井碎片之间是可以相互感应的。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块了，为什么来一个？瞪不瞪我？是不人的吗？如果他会在离你很远的地方瞪你。是啊，就是咱们爬一个山丘，然后过来之后师傅已经坐在那儿了。对啊，他说完这句话，你真的吗？他不爽我，我不记得。
不行。我跟你说，你自己弄好，自己把这个做好。这怎么打下这衣服？这个从冷水澡打下不是骚扰，不从冷水澡。大家估计要换衣服，应该不会。然后这样，消。师傅，兄长，你们。少有这个，你们的身世，这把位也真的重。啊，对，问题就于是把啊，不不，你说带回去啊？不不不，带回来啊？不用不用，就在外面了，老师。看来我们走量不错，之前有先跟夫妇两人交流一下眼神，然后再看看我们怎么样。前面的等一下我再讲，词儿背背手。啊，没事没事，灌口就下了，灌口。好好好好。怎么办？这个放肌肉记忆吧。所以修饰灭魂，水行渊为祸。这个你在里面。前面这个。所以修饰灭魂，水行渊为祸。泽无君已经猜到，可能是和阴铁有关了。对，你可以再激动一点。激动一点啊。然后这个地方就稍微正经一点。正经一点啊。就是泽无君已经猜到。泽无君已经猜到，可能和阴铁有关。对。然后后面这里，忘机你可以稍稍低眼一点，就是他说蓝七成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稍稍低眼，就是表示你赞同理解他。理解兄长，前面啊，还有这里他给你推一下，哟，知己啊，你稍微露一出，对，稍微尴尬一点的眼神给一点就好。你说老师，你说哪里跟知己？知己啊，就是你说这里。哎呀，他提。看来起山木是来听的，也是为了一天。下面是一个稍微低头一点，就是尴尬。好，好。2018年4月17日，这是魏兄的第二。魏兄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活着回来的。拿下来，拿下来，拿下来，听懂。随便啊，看起来。云俊是不是也不大？你这样子来，把这两个小辫子放到前面，你算了之后再把这小辫子放过来，不要直接穿。来，都夏天的，看着没？看我怎么给他绑架，绑架啊！跟着我们俩走。冬天的夏天很吓人，是吧？脸都热成狗了。哎，你的衣服超好，棉袄，知道吗？全是布的那种，全是纽约的，对，薄的那种，还有皮的那种，不透气的那种。哇，那你还是黑色的，我会死。夏天，贵州应该也不太好，贵州山林里边不太好，阴云吧，肯定也在那儿。热，热。能不能下河抓鱼的一首诗？
的藏獒全是红盘。他又回香港，正常，这里总感觉弟弟的头套被勒得很紧。这才开拍第二天呢，你俩就有这么多话说不完了吗？三百下，这么长的戒尺，我还有命会余梦吗？打！当！打！怎么打？背是吧？打！对，打背背。背他昨天给他来两天，打两天。我就可以稍微往前一点，激动了，一点。可以吗？就先像动摇顶。你是演戏的时候是吗？对对对，急。泽务君就是真怪的蓝湛，是我拉着他喝酒的，蓝湛他并不是自愿的。他打的时候，到我慌忙，一开始可以，他可以小小夸张一点啊，第一站还从当成了正练完三打了，魏婴，魏婴他不应该是就假装很痛，然后就不要再打我。但是你不用怕，我是第一下本来硬挺的。就这种撑着的躲，这种就行了，有点躲。真的，我知道。这样行不行？来真的。好。快点，不行，那个姿势才能看见。好。可以啊，不然一会儿打的时候对吧，打一下感觉一下，在这边来吧，帮我推一下，你们先打一下给感觉一下，我都去那，可以，等一下，不论人了，挑战一次，真的，把两位头发弄一下，梳妆，来了，换到你后面，你抱不他，谢谢，来后。开始。忘机有错，请叔父兄长重罚。先生，泽无君，我们偷喝酒。全部看在站在后面，
来，后面在我们一个镜头反反复复做到最好呈现给大家。扫太高了，结束了。好嘞，预备，开始。忘机有错，请叔父兄长重罚。先生，死无虚。哎，好，来。来，我们再往后退一点，来，往前来，往左来一点，来，兄弟们，来，都往后退，完了，往左来一点，稍微打斜上来。你俩又是在悄悄说什么呢？对，来这儿吗？忘机之错，怨脸重罚。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自己找罚受啊！为首者应罚戒尺300下，蓝湛与魏无羡同罚，其他众人每人50下戒尺，以示惩戒。300下，这么长的戒尺，我还有命回雨墨吗？打！嘿，棒！停！好，谢谢。中间有一个要偷笑，我怕我偷笑一直。那不动了。你要偷笑？他们说那个不要以为是。哦，对。偷笑一下。是。我偷笑特别。没事，特容易笑场，我特别容易。我们都不会看你的，我的头都不会看你们俩，太高了。我觉得太容易笑场。你说动作挺好，我说没用啊。就是越放松的话，就越大家越熟越放松的话，就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上一个戏一直在笑，扭起来了，就玩的太，就应该这样，就是应该这样，想就笑吧。上一期跟那个，我们这边还是接柜开始啊，太贱了，那个人物也太贱了，我就一时忍不住。我的妈呀！啊，放个进去卡，这个又只剩跑步，其他都不敢。有氧运动，练腹啊，你是想，其实挺难的。练腹的话也能瘦吗？还是说就是你想练出来？预备，开始。忘机有错，愿叔父兄长重罚。先生，泽无君，我们偷喝酒确实是违反了蓝氏家规，可是蓝湛他胡闹。无羡。晋鄙还未关足，竟又惹出事端。你是想把云深不知处搅成什么样子才肯罢休？你不要以为你母亲是蓝湛、啊。先生，您认识家母？先生，闭嘴！别说错了，就是藏色就色，藏色这个词儿口型很大嘛。好，来吧，从头来吗？还是接？